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出门，出门做什么呢？我要去吃越南菜，是越南河粉。现在我住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。鸟不拉屎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。对，好，虽然什么都没有。但是呢，我可以走路差不多25分钟去吃越南菜、泰国菜，还有汉堡，还有印度菜。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饭店。好，那我比较喜欢吃越南菜和泰国菜。今天呢，我觉得我想吃越南菜。OK，我要走24分钟。我非常非常喜欢走路。你们呢？你们喜欢走路吗？我觉得澳大利亚是一个很适合走路的地方。OK，现在我们过马路。对，你看我家附近什么都没有。现在我们到了离我家最近最近的一个饭店，是一个汉堡店，是我们家最近的一个饭店。我没有去过。我不喜欢吃汉堡，真的，我没有，从来没有一天想着哦，今天我很想很想吃汉堡。我觉得我喜欢吃的东西可能比较奇怪，我非常喜欢吃汤汤水水的东西，就是有很多汤的东西，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不是很喜欢。因为我是中国的南方人，所以呢，我更喜欢吃带水的东西，汤啊，还有蔬菜啊。对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汉堡就是太干了，我不喜欢。今天天气很好，对，你可以看到昨天是垃圾。昨天要把垃圾拿出来，所以现在路上有很多垃圾桶。垃圾桶。OK，我看一下地图。地图还有22分钟。哎呀，好远好远！真的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啊！你们可以看澳大利亚的树。很不一样，就是它们都是分得很开的。如果你去我的老家，你会发现，在我的老家，我们的树是很密很密的。然后你们也可以看，澳大利亚的树不是绿色，不是这个颜色，不是这个绿色，是什么绿呢？灰绿、墨绿，就是它不是那种。很新鲜的绿色，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是不是因为澳大利亚很干，所以他们的树就是没有很多水，可能我不知道。在我的老家，我们的树是非常非常绿的。我听说英国也是非常非常绿的。虽然澳大利亚的树，我觉得不太好看，因为不是真的绿色，但是我觉得对于人来说，这个天气太舒服了，因为很干，不是很湿热，然后又有风，我觉得很舒服。对，你现在看这个房子，分得这么开，你就知道。我真的是住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啊！
你知道明天我要去跳舞，我要坐1个半小时的火车，啊，好远好远。以前我每个星期都去跳舞，但是因为现在太远了，所以我，没办法，每个星期去，可能1个月去一次、2次，这样的。你们觉得澳大利亚的风景怎么样？这个是我的家附近的样子，没有人，对不对？没有人，然后呢，也没有饭店，也没有超市，所有的东西都要走很长时间。现在因为我住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我发现我真的很少很少买东西，然后呢，我也很少去外面吃饭，因为去外面吃饭太麻烦了，我要走好远好远。今天的饭店我要走25分钟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我都觉得啊，很麻烦，我不想去外面，我可以自己做饭。好，我们又要过马路。那个房子上面挂了国旗，我觉得澳大利亚人很爱国，中国人也很爱国，但是我很少看到房子上面挂着国旗。你的家有没有挂国旗？OK，还有1公里。现在我们走到了一个停车场。OK，可能你会想，为什么我不开车呢？唉，因为我开得不好，我很害怕。如果我开车，我需要我的男朋友坐在我的旁边。我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开车去外面过，对。所以呢，大部分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两个一起开车，或者我走路。现在我觉得，如果我走路30分钟去一个地方，不是很远，是可以接受的。OK，有一杯免费的茶，是热的，好烫。好烫，好烫，好烫。你好，朋友。今天我们一起吃越南河粉。我已经点了，现在我等。我们喝一点点茶。哦，这个茶好烫。Thank you。越南河粉的配菜，豆芽、柠檬，还有这个辣椒，还有这个罗勒 basil，买，试一下辣椒，一点点辣椒，在中国的时候我不吃豆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豆芽很便宜，我不喜欢吃便宜的东西。真的，在中国的时候，很多菜都会放很多豆芽，但是我觉得很多人是不吃的。对，现在在澳大利亚没有便宜的东西，所以我什么都吃。我的手机快没电了。希望我回家的时候不会迷路。这个在中国我们不常常用，这个在中国也有很多个名字啊。一般我们说罗勒，它的味道很重很重，
觉得以前我也不太喜欢这个味道，但是在澳大利亚我吃了很多泰国菜、越南菜，哎呀，现在特别喜欢，特别香。嗯，但是我不吃，但是我觉得，嗯，好香，很香，很特别的味道。现在几点了，知道吗？现在已经2:15了，2:15。我还没有吃午饭，因为刚才我出门的时候我在调我这个麦，然后我在看我的 GoPro 是不是都是可以用的。啊，我的午饭来了。 Thank you。 啊， Thank you。 OK，我点了一个特别牛肉粉，看一下，有这个牛肉丸，然后这个是生的牛肉，对，你看它还是红色的，生的牛肉，我不是很喜欢这种生的牛肉。还有什么牛筋，这个很多人可能害怕，然后还有熟的牛肉，还有牛百叶，很多人可能害怕，但是是我最喜欢的。现在吃饭，辣椒、柠檬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豆芽，然后罗勒叶。OK， 好了，我不要了。你知道，大部分中国人吃面的时候需要发出声音。但是，因为我在澳大利亚，所以我有一点不好意思。嗯，今天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生的牛肉挺好吃的。嗯，哎，我有一点饱了，还有这么多。 OK， 我先吃完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朋友们，我吃完了，看，现在我要去亚超，就是亚洲的超市，走吧。